皇上，坐吧。我因何事请你过来？想必先生已是心知肚明。那是自然，想必王上已经想好了吧。上次先生所言极是，隔着月之山，本王的耳目是没那么灵。本王现在也对那天命之剑有些好奇，想要一窥神韵，不知道先生可否助本王一臂之力？那王上能给我什么？哎，自然不会让你白白帮忙。本王送你天玄一国作为报答如何？若是天命在我手里，这天下都是我的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既然先生愿意告诉我天命之剑的存在，那想必他应该比天下更能入先生的眼。好，此事就依先生所言，凡是有需要协助的地方，先生都可以派人持信物前来。我明日便离开天机，在此先与王上告辞。先生一路多加珍重，本王就静候佳音了。皇上，回去告诉你们统领，纸鸢已经放出去了，让他把线给我攥紧喽，否则本王必让他滚回百戏署，天天喷火。是。众大人，王上的旨意小的带到了，请即刻随我启程。内侍大人请稍等，我这就去收拾行李。大人，不好了，事后来报，南肃军先锋已拿下当初割让给天机的五座城池，不日就要兵临我处了。快呀，快！王上，我赢了。谁让你赢的？就不知道让着点离恋？王上，您不是让默默赢吗？妄测上意，本王什么时候让李丽败了？本王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？谁惹王上这么生气啊？阿离，我的阿离，你回来了。参见王上。本王今日玩得很开心，你们下去领赏吧。是是，快快快快下去吧。阿离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